大家我们开始吃素食，是吧？是吧？这个保护环境，老子，我们读老子，是吧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了，现在整个自然和谐，自然破坏完了。我们读经典人读了以后就要带头了，是吧？带头以后，人和自然和谐了，整个社会和谐了，人类和谐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用经典，好吧？好。第四点就讲学习怎么读经典，是吧？我总结了八句话。学习怎么读经典？第一，及早诵读，及早诵读，是吧？及早诵读，最好，是吧？三岁嘛。